第11届加尔各答国际短片以及第22届电影市场和网络参与者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这届电影节参赛电影《海印有一封》的导演许金涛，很高兴跟大家认识。我来自中国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，我的大学毕业于全球知名的中国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。在毕业的这些年里，我作为副导演参与了有50部电影的拍摄，当然作为导演我也有过2部作为导演拍摄的经历，这是我的第3部电影。我希望通过参加我们这次的电影节，跟认识更多的朋友同行，多学习多交流，以后会有更好的合作。2021年是我父亲去世的第10年，出于对父亲的思念，我拍摄了这部电影。影片的呈现结合了我真实的人生经历，看似荒诞的底色和故事，实际上呢是我真实情感的表达。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告诫处在人生低谷的自己，或者是有类似经历的朋友，勇于摆脱困境，有更好的生活的道路在前方。我希望通过参加电影节认识更多的朋友，有更多的人关注我，认可我，喜欢我，将来也许能有拍摄长篇电影的机会。最后呢，预祝第11届加尔各答国际短片电影节举办成功，越办越好，也祝愿第22届电影市场和网络参与者们在电影节期间会有很好的收获。谢谢。